就因为只有15分钟，很短的时间内，我们要表演起来，然后想在跟其他的歌是不一样的舞台。通过视频，通过那个屏幕来告诉的东西，可以复杂一点点，也应该是 OK。因为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的故事的意绪的感觉，高级的感觉。哦，原来这样，就看起来的效果也比较重要。或者比如3分钟到后面比较开心一点的时候，也是有点奇怪。我是觉得这两首歌的时候不要还有时间，我一定来得及。好，辛苦啦，谢谢。来了新鲜，我排练今天做了4首歌，这里做。在那儿，然后他们想在这儿，不断的回到了我的过去。以后他还接受一些压力的东西，但是还在努力，还在开始来保持自己的状态。听这首歌，就全都是那种评论，就你应该要干嘛，你应该要干嘛，然后一直评论。然后这个地方的比较难的地方是评论，但是。我是还是保持这个状态，还没封起来的，这个他还有希望，这个地方是。然后这个我即将的是就最后的我的争取自己的那个时间，但是不行了，所以这个中间很重要，很多不好的事情。但是我现在这样，然后听这首告诉前面的伴奏，这个的表现，每一首歌的声音都有新的配色，所以有点多。所以音乐来连接是比较好，好难这个，方向是比较好，但是这个做的就好听。就听不清啊的时候，听不清其他的。早上8:30，到家睡的4点。然后可能最前面我们在这个位置，每一首歌的中间就放这样。找到空调，3分钟就是比较多一点。很多的时候的画面啊，可以选的，那也可以退的。我刚刚看，边也可以看到后面的屏幕，这边的屏幕是可以多一点特写的。哎。
大家好，我是藏多。今天的这个舞台呢，我想了比较多，我想做的是不一样的东西，因为我一直说舞台是对我来说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。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现在的样子，每天我和你们是一样的，有压力累的时候都有，我也一样。我这次想说的是，感谢自己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，多多爱自己，可以爱不完美的自己，不需要每天都很完美。明天见。本身音乐娱乐盛典典礼夜室内音乐节，嘿嘿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赞多，希望你们每天开心，你们也爱自由的自己。在小学生的时候，用他们的歌乐队，我是打字的。在宣传中，对，毕业的会的时候也会唱他们的歌。